你好。你编号几号？他编号489。你去过台湾了吗？俺就过台湾去。那就。他没有去过。你在台湾有亲戚朋友吗？有的，俺跟他们没空。那空。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俺没空抽红酒空。那空。他不会。你目前在越南做什么工作？现在有越南，俺跟他们工作机。科技啊。他做机械工。在越南，一个月薪水多少？他问我工资。89.5。他薪水大概1000美金。在台湾工作，如果雇主是要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人在那南边，雇主要管当家，有同意空？有。他愿意。对今天面试的工作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南边方不能讲本地人了空？有空。他没有问题。都清楚了吗？有表格子。有。他没有。今天你回答的问题要老实，确实不能欺骗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够巧了，我安排天就中途不留了，昨天有空。有空。他知道了。现在给你提沙包，请提10次。为了安全，再给我干回来。